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目前全线电力异常，赶时间的旅客请改搭其他交通工具，不便之处敬请见谅。现在列车有停的状况吗？我们这边没有列车停。哦，这边没有列车停。对。Okay. 整片高雄市都停电，不是只有捷运吗？现在台北市信义区大停电，一片黢黑。等一下就会大乱，现在刚开始还不会大乱，等一下就大乱的，因为挺，你看嘛，一起过来没有？他也想过来，我们想过去啊，就大家在那边挤啊。大概几点停电的这样子？大概是20分的时候。啊。大概是差不多几点停的，你敢知？哎、欸，啊，雄雄抓十二个对啊，啊，迄当阵你咧做啥？在做工课，在做工课哦。啊，你怎啊今仔日工课怎啊拢免做啊？啊，等电来吧。要等电来就对啊。哎呀，会困了无？拢无通知。对呀。哎。是完全没有通知啊。对。弄灯泡啊，对啊。就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停电了。哎。鹅肉。鹅肉。人家做鹅肉酱。他都不敢动。还好。